陈校长，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们，大家吉祥，阿弥陀佛。佛佛。首先，向大家致歉，因为，这一段时间，刚好，因为父亲啊去世啊，所以为先父啊的事情啊，所以刚好要隔离啊，就停了几节课啊。那因为这个先父呢生前呢对承德弘扬传统文化是非常支持，所以自己也希望呢继续以教学来回向来祝福他老人家，因为普贤行愿品有说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所以也是自己挺遗憾的，因为也是常年在外没有能够陪伴自己的先父，所以自己也是有体会这子欲养亲不在，也是感受这个无常确实很迅速但毕竟人生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只能在当下更好的来弥补因为幸好自己有学传统文化孔子在易经当中有教导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所以人没有生死的这个身体是个工具坏了不可能再用了就要再换一个身所以死生事大轮回路险了所以死了之后去哪里生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甚至于是我们所有亲戚朋友有缘的人最大的一件事情万般将不去什么也都带不走所以我们要深思的是什么是带得走的什么才是真正留得下来的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当下就想得很清楚那我们每一天所努力的就不会是那些带不走的东西了那理得心能够安在理智上不感情用事因为我们知道人往生之后49天之内呢会投胎
啊，这个是在《地藏经》上教导我们的。啊，所以这个49天呢，啊，算是最关键的了。啊，其实这些道理啊，都是很珍贵的。没有圣贤佛菩萨给我们教导，我们也不懂这个真相。啊，现在知道了，啊，我们可以尽力啊，来弥补，啊，来啊为亲人啊做功德。啊，那也是非常感谢啊大家。很多啊，我们同道们，哎，都有哎念佛念经啊，包含放生啊，做功德啊，啊给先父啊回向啊，所以承德啊也是啊非常感激大家的护念。承德相信啊，啊这些力量啊，对于先父啊，啊都有莫大的帮助啊，所以首先呢，感谢大家啊，阿弥陀佛。哦，那佛有讲啊，人生有八苦啊，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啊，求不得啊，五阴炽盛呢啊，所以啊，我们人生遇到的事情呢，每一件事啊，应该都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等于是我们得要很用心啊去体会。啊就好像亲人呢，种的因不同啊，结果不会一样。啊所以无量寿经上说，善恶祸福追命所生。啊纵使是最亲的一家人，哎，每个人的身口意都不相同。身口意啊一起作用啊，我们说事业事业啊，这个事做了，哎，看起来这个事已经啊结束了，但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影响。我们给学生一个鼓励，哎，这个话已经结束了，可是这个影响可能影响他一辈子。啊，承德自己，啊，好几位老师的一句话，从那一刻开始啊就没有忘过了。哇，那一句话所产生的作用就是业。鼓励的话，善业，善的力量。哎，我们当学生的终身受用啊。哎，假如一句讽刺的话，否定的话，这个话已经结束了。但是有可能呢，让一个学生啊，他的信心呢，一直都起不来。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身口意它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是我们首先呢要明白的，要体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好像师长在阿难问世佛集凶经
翻译的高僧安世高大师，他前世也是出家人，他有一个师兄弟，明经好师啊，明经就是对宇宙人生的义理啊，是很通达的，又喜欢布施，很慷慨，这都是特别难得的优点的。但是出去托钵，刚好饭菜不满意啊，起了情绪了，结果他那一世出家人就堕到畜生道了。一个念头，它是一个种子，它会起作用的。所以为什么孔子教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颜回问他怎么样行仁，这个仁爱的仁呢，孔子教学的一个核心呢，在《论语》里面出现了100多次啊，这教学的重点呢。孔子指导颜回克己复礼，那个克己就是能够对治身口意的恶业，尤其是意业念头。我们跟孔子学习啊，也要能理解孔子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啊，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修学都非常关键。我们不能起一个念头啊，这都是2500多年的事情了。这一念呢，就会影响我们学习的心态了。所以要相信呢，儒释道圣人，他们都是尘愿再来啊，来教化我们的，而且他们不是一个人来，因为一个人来没有办法配合启发我们，他们都是一群呢，一起来配合唱戏的。我们看佛门讲的一佛出世啊，千佛永戴。我们很熟悉的孔子的十大弟子，舍利佛、目犍连，那都是古佛再来的。我们要认识这些儒释道的圣人，他们的表演都是超越时空的，因为智慧啊，它不会被时空限制。这是我们要先建立的一个态度，不然我们就会不被自己的一个分别执着念那个都很久了，可能跟我现在没关系了。那在《无量寿经》还特别提醒我们，佛有讲，如来定慧救畅无极呀，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他们的表演呢，不会因为时空而我们说退了潮流，不会的。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从孔子身上，大家想想，哪一些教学的原理原则、教学的心态，
因为时空不能用了，应该没有。那今天啊，我们是面对面的啊，我不是面对一个这个荧光幕而已了啊，那就有一个好处了，可以问问题啊。啊，好像有准备第二支麦克风。哦，对，我这么讲，你们会不会紧张？会哦，会就要想到克念做，克己复礼。啊、哦，因为这个紧张的念头是烦恼，怎么克呢？哎呀，我现在很紧张，好。啊、哦，这个法师一问问题啊，我就先举手来答。哎，这个就是突破啊！啊，越怕的你越面对，它就不可怕了。啊、哦，所以有人曾经问过陈德啊，啊，当时候陈德还没出家，我每一次上台哦，都会很紧张啊，怎么办？我说呢。先讲300场就不会紧张了，练了，慢慢就突破了。大家有没有很怕的事情？哦，你们现在都不敢点头，不敢摇头，哦，怕我看你一点头啊。修行啊，就是把 不敢但是应该做的事啊，把它突破过去。哦，所以《弟子规》里面讲勿畏难呢，啊，我们从哪里观察呢？哎，很有责任感的人呢、啊。哎，他责任一上升了，本来不敢做的事都敢做了。啊、哦，你看当母亲的人呢，为母则强啊。啊、哦，本来还没有小孩，千金小姐啊。啊、哦，哎，抬个东西都觉得很重啊。哇，现在一生两个出来了。哇，你看推着抱着，啊、哦。好像我母亲那个年代的最少生3个已经算少的了。哦，还有更多的。哦，有时候看一台摩托车啊，4个小孩都坐在上面。当然好像有点违法了。哦，但是你看那个能力就被激发出来了。哦，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人要经得起磨练，慢慢会发觉什么呢？发觉我们有无限的潜能，我们有明德，明是智慧，德是德能，德行能力都可以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李团长、李园长啊，因为刚刚您有时候会怕嘛哈、哦，对啊，我们下功夫就叫对治啊，对治烦恼啊、哦，但是你放心，我不会问太难的问题，哎，这个是你们大家对我要有这个信任啊，你们就不会太紧张了。啊、哦，比方说孔子，您从孔子他的教导啊，对您的教学有很重要的启发啦，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的，有哪一条吗？因为《论语》，我也是，我们现在我有在修，哦，我读到子路篇了，
所以孔夫子给我他的就是以仁政为主，他的品德，所以他的有教略对我的影响很大。不管任何的小朋友，任何的人事物，我们都是要以平常心去对待，不可以有分别心。因为每个人都他的本性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是依孔夫子这个那个他的一个心理，他的观念，他的理念，我就用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也用在我们的园方，所以老师也都是秉持着这个理念下去教我们的小孩子，因为我们教的都是很小的，所以我们都是个别差异，都有个别差异，我们也就个别指导啊，不管任何的小朋友，我们都像是平常心去对待。所以孔夫子给我的影响非常的深啊，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啦，所以我们真的，我就后学就是真的就是以这个理念下去从事幼教啊，所以在从事幼教也得到很多小孩子回馈的也非常的多，也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因为他们真的是天真无邪，这也是他的本性。哦，跟孩子互动，对，感觉到他们天真，对，感觉我们比较复杂一点，对，我们真的大人很复杂，就是我们都在教育家长，对，我们真的现在我们真的是在教育家长，因为他们的理念有时候真的对小孩子真的有点偏差了，就是以他的立场啊来看待，而不是以站在小孩子的角度来看待，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小孩子也有时候也蛮可怜的。真的是这样子，或许是这样子认为啦。所以在上就是接触孔夫子，因为后学也接触很久了，所以觉得就是孔夫子让人的心读完论语，读完真的让人的心情很平静啊，就是真的出发点都是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小孩子啊，为我们大众付出。是。对啊，这是后学的。谢谢，谢谢，谢谢李园长。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啊，儒释道的圣人呢，他们给我们的表演呢，其实都是超越时空的真理啊，教学的智慧啊。所以刚刚李园长提到的"有教无类"，啊，哎，这是孔子。他展现出来了，面对想学的人，他都尽力去教，自行速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大家理解这句话不能理解错了，哦，原来要送礼才肯教了，这个不能理解错了，那是代表什么？一种恭敬，而且那个好像考据啊，说十串干肉，那个不是很昂贵的东西，甚至于学生很困难，孔子教他的过程，像子路啊，他们这些家庭都很困难，孔子都是还会掏腰包啊，去帮助这些学生。所以师徒如父子，这个不能变的。一代人变一点变一点，那一百年变成什么样？更何况我们是五千年的文化，就面目全非了。所以这个师徒如父子啊，这个心境，当老师的心境啊，不能变哦。所以叫师父啊。这个称呼的背后的展现这个心境了。而且是父母信任我们啊，才把孩子啊送到我们的学校来。我们也是对得起啊人家父母的信任。
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不一样，虽然都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人他身体坏了，他会再去投生，所以人是有轮回的。那既然有来世，也有过去生，每个人过去生都会积累。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一定过去生有很多积累。我们老师要慧眼，发现每个孩子的特点。因为行行出状元。假如教育都变成只是看他的数学考得怎么样，语文考得怎么样，会误了很多很有天分的孩子人才，会扼杀很多人才，所以要有教无类，还要因材施教。所以刚刚跟大家谈这个，是我们对于儒释道圣人的表演，我们要看得到，我们才学得到，要观察得到，进而还要去效法。佛陀在《起世界经》里面就有讲到了，他遣二大菩萨于正旦方向教化，印度的正旦，正旦是东北西南走向，就是指神州大地，指中国。我当时候看的时候很感动原来孔子老子就是来帮我们炎黄子孙打基础。之后这个大乘佛法一到，就在东土开花结果，比印度的时候还要兴盛。所以这些因缘呢，我们要看得懂，我们才会很珍惜呀。一不珍惜，你读《论语》也是划过去了。一珍惜的心起感应道交了。有可能晚上还会梦到孔子。或者梦到这个孔门十哲。或梦往圣先贤，提膝皆影那有这个情况都是瑞相了。那人生呢，不能留下遗憾。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刚好。有一位我们的学长他是16年前呢有去参加我们办的一些传统文化的课。16年一晃就过去了。他当时候是大学生哦，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一听到他说两个孩子，我就很受鼓舞因为孩子假如从小教我们英国汉学院就有学生了要看得很远因为人才之成自儿童开始我们这一两代人不是说希求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开花结果大放异彩我们是从谷底要上来能够一棒一棒传下去就完成历史使命不能急于求成
啊，师长还提醒啊，谁想很快的把传统文化复兴了，啊，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个也是孔子的智慧了。勿欲速，勿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我们要注意哦，圣人遣词用句哦，没有一点含糊的空间哦。因为我们在学习当中啊，最怕其中有一个心态，侥幸，有那么严重吗？一定要这样吗？有这个心态啊，绝对很难完全依教奉行。我参自己的意思了，啊，慢慢慢慢就偏掉了，差之毫厘啊，谬以千里。经典讲的话，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哦，我们现在读经也好，听经也好，要避免一个心态，啊，就是一听。哦，在讲谁啊？在讲谁？那这样的心态怎么听经啊？很难受用了。啊，越听越去看别人过，那这个就会增长自己的分别执着了。哦，比方说，孟子说：“揠苗助长。”我们假如对自己的观照不敏锐啊，心态一偏，我们就在干这个事了，哦，就太急了，啊，情绪就跟着来了。哪怕你讲的话都对，孩子很敏感，首先先感受到情绪了，你教的东西他其实很难受用了。而且情绪这个东西会传染哦。哎，我们把情绪传给孩子，孩子会传给他身边的小朋友，甚至是兄弟姐妹哦。啊，所以有情绪的时候啊，不要教孩子。啊，要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没有情绪的状态。啊，古人留了一句话：心平气和则能言。心没有平的时候，先不要讲话。啊，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可以让自己的心平静一下。啊，可以念念佛。啊，哎，可以听听经。哎，心平和了。哎，心一静下来啊。我们说定静安虑得，心一静下来啊，这个思虑啊，就是正念、正能量。心静不下来，浮躁的时候啊，出去的话很难是理智的。哦，那。啊，刚刚啊，这一位学长啊，他16年前啊，我们一起学习过。你看，一下子16年过去了。啊，他写到心得啊，啊，他觉得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因为陈德好像一开始有跟大家提到啊，师长老人家90岁前后很多次谈话都提到这个重点。因为人的因缘呢，啊，它是会聚散无常的。聚的时候你没有珍惜它，哎，散了，可能过了这个村呢就没有那个店了。哦，所以承德啊，也跟俗家的母亲啊
有谈到这一点。49天之内啊，先父就会去投胎了。我们要再帮他这个缘分呢，就差很多了。这个时间过了，就没机会了。因为刚刚也跟大家提到，纵使是一家人，身口意都不一样。身口意好像一个种子，缘分成熟，这个种子就会结果了。那我们很清楚一点呢，请问大家上辈子的亲人你记得吗？都不记得了。所以现在的亲人，我们下辈子除非去了极乐世界了，不然也都不认识了。所以真正但愿人长久啊，在这个时代只有一个方法，唯有念弥陀啊。因为种的因一样，这个因呢最成熟啊，亲眷永团聚，法界逍遥游啊，一家人通通啊到极乐世界啊，跟阿弥陀佛一起去利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那也跟俗家母亲提到了。我们之前不够精进啊。但现在这个时间因缘重要了。而且就像刚刚李园长说的，我们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跟他沟通啊。所以当老师的人随时要能感受到学生的心呢。那我们当老师的人能够去感受到学生的心，那能不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的心呢？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心才对哦。因为修行就是修这一颗心哦。我曾经遇到一位老师，他跟我说啊，让我对孩子有耐性可以，对大人不行。那请问大家，他对孩子的耐心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传统文化有一句啊，特别精辟，让我们呢不要被自己骗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我对孩子很有耐性，我对大人不行，那他不是真心了。那是什么心呢？好恶心。孩子我很喜欢，所以我很愿意付出。但是假如遇到一个你付出很多，最后这个孩子反而还怨你，甚至还害你，你可能会受伤哦。因为好恶心其实还是感情在起作用哦。所以刚刚李园长说要平等心对待学生哦，平常心平等心哦。
有老师被伤过一次之后啊，他那个教育爱就提不起来了。真心是不会变的哦，才叫真啊！所以传统文化里面会变的不是真，永远不变的才是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啊。而传统文化教我们的没有别的，就是用真心啊！我相信啊，可能我们成长过程呢，也会遇到伤我们心的人。我们很气别人变心呢，但我们自己的心有没有变？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啊，我们自己不变心了，我们才能去啊护念别人别变心了。假如我们自己也常常变心，那我们不能去指责别人变心了。对孩子是这个心，就是设身处地啊，为孩子想。同样的，应该我们教学，我们这一颗心也可以用在对待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那同样的，跟母亲在沟通，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理解啊父亲他现在的心境，我们随时在要为对方想。我就问母亲了，我们一家五口这个父亲啊最牵挂谁？我母亲马上说我啊。因为我父亲啊很会照顾我母亲啊。家里的钱都是我爸爸管的。前一天晚上还跟我母亲说啊。说你啊一些事情要学啦。办一些房屋啊什么这些生活上的事都是我父亲去办的就让我母亲要学呀、就我假如比你早走怎么办我母亲说不会不可能我一定比你早走的因为他就说我的爷爷97呀、你们家都是长寿的隔一天晚上讲，很这个无常很迅速啊。隔天，先父就走了。所以我母亲马上说：“最牵挂我啊。”我说：“那对了，父亲念无量寿经，也是三四十分钟就念一遍了，很熟的。但是问题是啊，他只要还有牵挂，他走不了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他很重要啊。您现在要很精进啊就到道场去啊一整天都念佛。父亲中阴身呢关心你一看哇好精进哦不担心你了。也跟着你念佛啊。就是我们要替亡者着想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是他最好的真上缘所以陈德这个母亲呢就
现在在道场住下来了，啊，生活不用担心了，人家护持，老人家修行了，哦，那刚好自己啊也回到台湾，哦，那这一段时间就跟母亲啊一起住在道场里面，啊，也要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啊，要陪伴呢，啊，看他适不适应，啊，然后我真的要陪着他一起精进呢，啊，都做先父的最好的真上缘，因为这一段时间过了，你想帮啊，不一定帮得上这个忙，啊，那。再拉回来我们身上每一个人，啊，比方说小孩越小你越帮得上他，越大他受同侪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就大了，所以现在要把他的基础扎得很牢啊，不然你会后悔哦，哎呀当时候没有多帮他扎一些根，所以这一句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其实真的啊，我们很冷静看我们当前啊的因缘，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带的学生，真的都是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而我们都是用真心，都是尽心尽力，你就无愧了。哎，我尽了力了，不然那种遗憾呢，也是会很深的。好，啊，就好像承德自己呀，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呢。没有很好的多去啊亲近跟随在师长老人家的身边，啊，因为啊大善之士啊，他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是他真心的流露，啊，都会给我们呢，啊，很大的启示，啊，甚至是终身啊难忘。哦，那现在老人家年纪大了，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啊，常常亲近了。哦，所以跟大家。啊，上一节课啊，啊交流到啊这个十年因缘，这一段开示其实对我们怎么学很关键的，啊，进一步啊怎么教，但是学是基础啊。我们假如学不好啊，我们很难教了，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学通啊。啊，要当一个好老师，首先要先当一个好学生呢。啊，我们刚刚提到了啊，很多道理啊，它不会因为时空而改变。培养人才啊，都是手把手带出来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顶尖的人才？在各行各业，他说他自己看书看出来的。不多哦。
因为啊，在这个带的过程呢，他能体会到这个老师的心境，不管他是哪一个行业的，那个是心法。哦，所以我们之前看这个医道啊，哦，这个柳义泰大夫，他也是会创造机会来带许俊大夫啊，啊，他要去看屠夫，哎，准备一下，哎，看到一个肯学的学生呢，他都放在心上啊，哎，创造机会。哦，那每一段啊，尤其我们上一次这一段呢，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学通圣教。啊，记得好像我们上一次还提到，啊，这个不只是讲课的人呢，要学通。啊，我们啊，跟所有的亲戚朋友啊，有机缘谈话了，哎，他也是我们的听众啊。啊，就是儒释道这些教诲啊，一定跟我们当下有关。啊，我们假如升起一个念头，哦，那个是讲给讲经的人听的，跟我没关系。那这个念头就把这一段教诲跟我们隔开了。假如大家比方说我们学了一段，哎，这一段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可以提出来哦。就跟我现在这个职业啦，跟我这个身份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提出来探讨，都有关。啊，传统文化是圆融的，它不会有局限的。那不知道大家啊，今年过年呢，跟亲戚朋友聚会，啊，大家的大讲座开得怎么样？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不理解啊，我看你们的眼神啊，这个不能怪你们，因为停了太久了，哦，有一个多一个月有了啊，哦，我们看刚好上一段提到的啊，听众里面有程度高的，有程度低的，我们跟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吃年夜饭是开大讲座呢。啊，有没有哪一位学长分享一下开大讲座的心得？啊，哪怕开的自己呢，觉得不是很满意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历练呢，啊，经一事长一智啊，有吗？那个线上的学长们哈，他们可以讲话吗？可以是吧？哦，然后我不要把压力啊都加在你们的身上哦，这样就不是孔子说的仁慈了哦。哎，有没有哪一位学长分享一下？好，那大家再找机会开大讲座哦。
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有时候这种因缘呢、啊，一年了、啊，可能只有两三次了，家人聚会啊。其实啊，在这个社会啊，人的内心啊，心有千千结啊，都有他的内在的烦恼。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传统文化呢是法药啊，药到病除啊，很多人还没有这个机会接触啊，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真的有缘了，我们去关心他们的状况，可能一聊啊，就聊出他现在最烦恼的问题，因为大家毕竟啊，亲戚朋友一场啊，而我们从事教化，从事教学，最重要的是智慧，因为啊，无法布施啊，得聪明智慧。修因得果啊，所以大家要把法布施啊变成习惯。佛法传统化就是生活，就是工作，就是处事待人接物。好像线上是吧？好。有请张一冰学长。好，尊敬的法师及诸位家人，大家晚上吉祥。好，晚上吉祥。还是有点激动，跟老师说话。好久没有这样说话，还天天看老师的光盘。刚才老师问到这个问题，那去年呢，因为一边也一直在听课，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今年呢，我们是学校也放假了，所以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应该说是十年了没有回家过年。今年呢，回了家以后呢，跟妈妈和妹妹，两个弟弟呢，他们成家了，所以我跟妹妹和妈妈在一起。那也因为是去年呢，爸爸走了，所以今年这个年呢也是很特殊，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牲口一不一样，所以回去以后呢。跟妈妈这边呢就会好一些，因为听法师的讲座呢，比较多，妈妈也跟着听，所以呢，妈妈这边就能够遵循法师的很多教诲，尤其是对待爸爸这个事情，刚才一边听到这一块呢，也是对照自己呢，就没有像老师法师这边这样做的这么细致，当时一边也没有好好的去陪妈妈，所以。这次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妈妈自己呢在听了法师的这些经教呢就做得比较好。那一边这边呢和妹妹这边呢今年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把自己的习气克服了。总觉得好像妹妹没有跟上我们的这个教诲。就是觉得她好像一直觉得人家不在道上。那这个念头呢其实。就障碍了我这次和妹妹这么时间长的一个机缘，直到最后快要开学的时候，我自己才反应过来，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呢，因为妹妹今年也是遇了一些事情，她需要的是关怀，可是呢，我一直也还是就觉得说你一定要上这个道上，你一定要咋样咋样，就这个道理上就对她压的就多了，所以就这块呢就没有做好。
那跟其他的就是两个弟弟的家庭里边呢，相对会处得好一些，就是觉得说他们学的比较应该是接触的相对还少一点，所以这个要求和控制的心呢就很少。这是这次一别在家里边呢，在家庭里边这样的就是这组开讲座，自己感觉到还是没有开好，反而呢是妈妈对一别有很多的教导。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就是因为今年我们学校的家人们都放假回家，大家也就是也遇到不同的这些境缘啊，所以妈妈这边呢对一别的鼓励呢就很多啊，因为呢也因为一个过年，很多的学长呢回家以后呢就没有再过来了。当然这个呢提前都有法师的指导了，我们就是说随受大家的因缘，不去攀缘啊。如果实在是需要回家去补自己这个孝道呢，我们也是很随喜大家。结果这样呢心里边还是有一点点那个样的。然后妈妈在这边呢就给一别好多的这些开导，甚至呢也是关怀。甚至有一次还就是非常严厉，他就说那是老师不是这么引导你的啊，你这个心上还是要放，就是要随缘，就很严厉的把我批评了一顿。到晚上一直到了11点一直在开导我，就感觉到从妈妈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啊。那一别先就简单的汇报这一些，感谢法师，也感谢家人们，谢谢请老师指导。好啊，谢谢张一冰学长。我们经历过的事不管结果怎么样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都还是会很有启示。首先我们想到孔子说呢人人弘道，非道弘人。不是因为我们讲的道理很对所以弘道了，是人把这个道理做出来，让人家感受到。就好像说今天有一个孩子犯了错。那一般的老师可能是道理就压过去了。结果今天遇到的这位老师首先先问了孩子你吃饭没有那个孩子就哭了。因为他的成长背景就是家庭温暖不够。然后他到了学校去，老师都是很比较指责他。所以他已经很习惯了你要骂骂吧，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就突然有一个老师那时候已经10点左右了，首先先关心他吃饭没有，一下孩子感动了他一感动他心里话就告诉你了。所以这一句人能弘道非常重要万法因缘生呢我们都遇到了传统文化非常殊胜的缘呢，但是因还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心用对了我们就在这个殊胜的缘当中提升上去了我们的心用错了
可能传统文化会变成我们增长慢心的缘，增长控制要求的缘。所以缘能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还是我们决定的哦。啊，外面的缘，它是所缘缘，你接触它了；无间缘，你接触啊没有间断。再来是真上缘，可是清音缘就是自己的心呢。啊，我们看。孔子有三千弟子啊，三千弟子跟孔老夫子都是一样的师生缘哦，每个人的受用一不一样？大家不会说孔子偏心吧？孔子怕我们以后误会他哦，啊，没有了，这个是我说的了啊，孔子有讲出他的心境啊。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啊，胡总，这个都属于啊《论语》啊的内容啊，因为这都属于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部分哦。啊，这个四书里面，哎，哪一些跟我们教学相关的？啊，那有相关的承德，就刚好就一起跟大家交流啊。当然也会。再整理一下，啊，跟大家在后面会有针对四书，啊，跟我们学习啊、教学相关的，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孔子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啊，哎，二三子就叫了同学们呐，同学们呐，你们觉得我有隐瞒吗？我有藏一手吗？无无隐乎尔啊！我全部都交给你们了，和盘托出啊！哦，这个是我们待会啊会跟大家讲到的。你看李老师也是和盘托出啊。结果师长离开啊，出家离开了，李老送老人家去了火车站回来，对着学生说，学到东西的人走了啊，有同学啊就上台北找师长了，老师有没有多教你东西啊？没有啊，哎，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不是台中人啊，我很珍惜每一时每一刻啊。你们是台中人，觉得啊，反正啊，老师都在台中啊，我还可以长久的学习啊，就可能差别在这里了。哦，所以语言都一样哦。但受用不同。所以假如我们真正明白啊，万法因缘生，缘能起多大的作用还是自己决定的，难怪孔老夫子啊教导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确实是这样啊。哎，我们体会到了，就会为自己的人生、自己现在所遇到的境缘呢，负完全的责任。人没有提起一个负完全的责任呢，很难反思到很深。很难反思到根源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惯性特别强，
会把责任呢往外推，这个惯性要对治啊，可不简单，可不简单的。而父母啊，最了解我们的，他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不能要有一个错觉啊。我学很久了，那是一个相。我们真的改了，那才是实质的东西。传统文化重实质啊，不重形式。我们有可能对于父母从小提醒我们的那个习性，我们都还没有下大功夫去对治。所以父母、另一半、最亲的人呢，最清楚我们的状况。我们能接受他们的提醒啊，也很有福报了。而我们带领传统文化的团队啊，我们要很清楚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要表什么法，和亲是什么，最核心的孝亲尊师啊，这是大根大本。假如我们学习，我们自身，我们团体没有把这两个东西表出来，那就是没有根了。那我们都没有重视到根，我们怎么可以传递大根大本给别人呢？就好像一个老师没有真正孝亲尊师啊，我们真正发出来了啊，要真的把孝亲尊师传给学生也不容易啊。先觉觉后觉啊，这个在儒家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的啊。我也有了解到啊，有团体啊，都是打着师长的名义，带团体，结果，有一位太太，在家里啊，公公婆婆生重病了，家里还有小孩呢。打电话给他先生，你赶快回来啊，老人家病了那么重啊。结果这个先生说，我在这里啊做有功德回向就好了。大家想一想啊，社会大众听到这个公案他怎么看呢？所以修学啊，很怕什么？出现执着啊，心念偏了。我从来没有听师长老人家说过，父母生病了不用回去，就在道场积功累德就好了。我从没听过，我只有听过一个年轻人在澳洲，父亲生重病去请示老人家，老人家讲了两句话，赶快回去好好念佛。大家要注意这两句话，赶快回去教导了我们学生什么？人生第一重要，尽孝，百善孝为先。第二，
好好念佛，因为万德洪明能灭众罪啊。这个年轻人也听话啊，从那一刻开始就精进念了啊，整个旅途啊，到父亲的病房，后来诚心感通啊，父亲的病情啊就好转了啊，所以不能学成这个样子啊。传统话是孝道啊。结果这个太太实在太难了，就打电话给团队的负责人，你可不可以劝劝我先生啊，让他回来，家里老人这么病得重了。领导人说这个事我管不了，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这是老法师最强调的。他是你的下属哎，这个时候你该怎么指导他？你说这个事我管不了，哇，责任推成这个样子。然后都说是老法师教的，那老人家背多少黑锅啊？老人家的一生都给我们展现情义、恩义、道义啊，尽心竭力啊。哦，所以黄念祖老师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无情不能修道。父母病得很重了，你居然还不以最快的时间回去，这个心呢，缺乏恩义情义了，这法不能用错啊！你说那情执啊，情执跟情义不一样哦。你情迷了，这是随顺情绪化了。但是情义啊，是世间圣贤应该要具备的啊。所以无情不能修道，可能这个领导者情义恩义也不够重，一下子又遇到大乘佛法，哎呦，不能搞情执哦，就把法用偏了，会误导很多人啊。这都是老人家写的墨宝啊，情、情迷、情义、情觉。觉悟了，情不空不能正道啊，就像亲人离去了，这个时候你不能感情作用，会变成他的牵挂，完全为他想，尽心尽力啊。我们听道正法师啊，他有一个故事啊，陈德也很震撼的啊。有一个女子啊，很依赖她的丈夫啊，她是小鸟依人那种型的。啊，夫妻啊都有学佛，就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她先生出车祸。当场死亡啊！他快速赶过去啊，一到现场，对着先生大声地说：“孩子，你都不用担心，父母你都不用担心，我全部会照顾好。你现在一心念佛，跟着阿弥陀佛走。”然后就在那个现场开始念佛，这是真正有情义啊，一心一意为他的先生着想啊，相信他先生会起感应道交啊，真心现前啊。
所以黄念老这两句话真的提醒我们了，无情不能修道啊。为什么应祖讲敦伦敬分？李炳南老师说白衣学佛不离世法，我们现在世间这些责任都没有尽心，社会大众一看到我们，哎，这个传统文化不能学啊。白衣学佛啊，不离世法，必须敦伦敬分。一个团体一定要把孝道表出来，不然我们怎么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呢？哪一个同仁，父母有需要，家庭有需要，全心全意支持他，哪怕我们工作上扛得比较重，哎呀，踏实啊！为什么？他假如没有回去，他会留下人生终身的遗憾呢？那每个人都有父母啊，父母都会老啊。哎，哪一天是我了，其他的同仁一定是义无反顾。哎，我们扛就好，你赶快回去尽孝。所以当信佛经与身呢，当信经典与身呢，这一句人人弘道啊，是我们要把五伦八德展现出来，哦，不能只有讲道理而已，哦，我们都知道啊，教化的次第啊，言教在后，身教在前。啊，身教重于言教。好，假如我们身教不足啊，这个言教后面呢，会出现流弊的。啊，人家说你又没有做到，怎么都是要求我们呢？啊，团带团体如是。经营一个家庭，这些道理啊，传统文化的道理，小大圆融，互通的。啊，我们处在啊这个特殊的年代啊，啊，像啊我们啊这一位啊张一冰老师啊，他们也都是很努力啊，啊在做传统文化。发心啊，都是很可贵。啊，承德刚好晚餐还跟我们胡总聊到啊，我们现在弘护正法都不简单了。啊，以前什么人出来弘法？开悟的人。什么人出来护法？教学退休的过来人了，现在特殊啊，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咯，又要弘又要护呢，而且护法难度更高，弘法的人他好好备课啊，他缘单纯啊，护法的人他面对那么多人事境缘，而且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他的业力在啊！啊，我们当领导啊，哪一个干部的事，我们火气上来了，这个事就可能会办偏差了呢。啊，在古人他是这样的因缘，我们又是不一样的因缘。啊，就像我们学这个十年因缘。李炳南老师说了，劝师长你要出来讲啊。师长说那要开悟的人才能出来讲啊。李老说的，你不讲他不讲，最后法断了怎么办？可是有传统文化就有办法，但是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哦，像师长给我们交代，
英国汉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不要分开，住在一起，那就是配套，依重靠重啊。一个学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自己单枪匹马出去弘法，可能古来征战几人回啊，那个财色名利不容易啊，我们内有烦恼啊，外有诱惑啊，莫把众生根钝业重啊，外魔外在的诱惑，内障内在的烦恼障，无人不惧啊。我们现在弘护都要很高的警觉呀，包含护法师长说的，这个团体道场怎么兴旺，讲经不能断。古人的程度啊，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哦。我们现在撑不了三天了。所以我们弘护啊，都是为了什么？积功累德啊，利益昌生啊，都是为了我们这一生明明德清明啊，最后止于至善的 啊。谁都不愿意来给传统化添一点乱。但是假如我们没有这些配套措施，不管红还是护，只要习气一现前呢，可能都会对团体跟传统化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了。一个团体里面家里老人病得很重，这个团体的同仁都不回去，领导者也不觉得这个做法不对，那可能这个团体已经变成一言堂了，上面的人说了，别人都不敢建议了，我就不相信整个团体的人没有一个觉得怪怪的，那这个团体就更危险了，学傻了，连一个基本人的一种本有的孝心，他都会被一个道理讲的不起作用了。所以团体里面很怕什么？集体啊，都学偏了，学执着了，都要依师长老人家的经典了。我们做护法、做领导也不简单了。听赞叹的话多了，哇，也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对啊，什么都能啊。所以这个弘护正法，我们还是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啊。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脱生死轮回啊，问题才有解决啊。所以师长有提到啊，你往生的传统文化可以做生生世世，不往生的传统文化只能做这一世了。而我们真有受教的态度啊，那佛菩萨同体大悲啊，都会有人事物啊来启发，来提醒我们。就怕的是呢，我们听不进别人的提醒了。所以在团体里面呢，可不能搞偶像崇拜哦。哎呀，他是什么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不能形成这种风气哦，依法不依人。
当然了，承德跟大家聊这些，我都是有惨痛的经验的。啊，去啊，出呢出来弘扬传统文化，啊，底下人就觉得我什么都知道啊，啊，结果很多事我都不知道，所以决策啊就不妥当了。所以领导者啊，要很感谢底下的人敢跟我们讲真话、提意见。啊，后来我就问他们，我都不知道啊。他们说：“可是你讲课哦，好像我心里有什么事，你都讲出来啊。我们都觉得你有他心通啊。”当然，这不能怪他们，怪自己。我假如敏锐一点，怎么可以让大家都把我看得这么神？那还是我自己智慧啊，甚至还有一点觉得，哦，这种感觉好像不错啊，就偏了。我后来跟他们说，我都不知道啊，可是你怎么都讲到我心里的？我说我怎么讲，不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吗？那所有的问题不都是因为我们心有这个偏颇了吗？所以我怎么讲都会讲到这个啊。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他心通了。所以一个团体到底处于什么氛围啊，我们领导者还是要很清楚。啊，群书治要里面有提到啊，一个团体要兴旺，就是大家一看到这个团体的问题啊，心里没有负担，敢跟领导者讲啊，汤武以恶恶为娼，意思就是这些正直的大臣都敢跟他们讲真话啊，桀纣以巍巍而亡啊，夏桀商纣朝代亡了。大家都不敢给他讲真话了。所以一个团体当前的氛围其实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教育啊，三大块，身教、言教，还有整个境教。境教看不到它存在。所以孔子说：“自古虽有，皆有始，民无信不立。”哎，整个团体的信心、向心力，它是无形的，但它存在，而且那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且无时不刻在影响。所以执行是道场，团体里面。大家都能互相真诚，善相劝，德皆见的，哦，那这个团体会很有正能量。好，哦，那谢谢啊，今天我们啊李园长啊，还有张老师的分享，哦，还有一位啊，哦，这个。学长啊，我们啊，明天再请他分享啊。好，谢谢大家。